我敢讲，现在是格崩最有特色、最大包的鱼头米了。特色在哪里？啊，出招出招，大招！攻击他，攻击他！你这次很大只耶，是吧？话说啊，我们抓这螃蟹干嘛？我们要吃新鲜的逮逮海波吗？给你看一下有几上芒啊！这是很上芒啊！来攻击他，攻击他，攻击！我们讲好了的，谁先放手谁给钱。本来我的战利品啊，来做海波啊，你再帮我处理一下。可以啊，你们要什么口味？你们要鱼头米啊，汤汤辣辣，咖喱还是冬阴？我要人气，不是人气的鱼头米。哇，在这里可以吃到傣傣海波哦，丰富哎。里面还有一些中式海鲜，这边还有沙白，还有虾，一些小碗的鱼头米啊，咖喱米都有。人家那个沙白很美哦。没有，没什么，那个是沙的。哇，真的是很大包哦。美丽，我还叫到两包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女神，要帮你全身按摩。不用啊，不用了，这样子你自己损失，我要吃了。一包不够，再来一包。为什么会有两大包这么大包？好事成双啊！我们两个人吃不完啊！啊，这个傣傣煲呢，可以五到六个人吃。不过我跟 Rainy 呢，一人就代表了五到六人有的了。看一下我的先，刚来的螃蟹来，在这边跟你们打着招呼了吧？还有这个三文鱼头、虾，还有喇喇，里面还有很多的菜啊、豆腐煲啊、番茄啊、金针菇等等。好丰富，美丽，你什么行情？我这里就是东阳的行情，它的料也是基本上差不多一样的，也是有蟹啊、虾，还有沙白。但是它这个呢，只是有给东阳的香料，看到吗？啊，感觉就是真材实料的东阳。我该输了，这里大概应该是有十一、十二只虾，然后螃蟹呢这边是有三只的。讲到鱼头米汤，当然是少不了米粉了啦。阿东，双龙出海。那个造型来讲呢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可是是很壮观。By the way, bro, 我的米粉呢？啊，刚刚放得很开心啊，一人一个其实。这样大包都可以做到汤头还是保持着非常的鲜甜，哇，那奶香很十足，然后海鲜的味道已经融入其中了，还有酒香在里面。啊，螃蟹，整只螃蟹里面有三大只。这里的海鲜都是有水的，虾、螃蟹都是。哎，我这个跟瑞妮不同的是，我有这个鱼头的。每次看到这个鱼头，它的唇就想到瑞妮了。很大分别好吗？一样诱人吗？咬下去肉不会讲很多，可是每一口都是非常的鲜甜。哇，这这么大包的短面海鲜包，实在过分。哦，它的短面汤其实没有很辣，它是带一点甜味的。哇，那味道扫完进去了，好入味。沙白的肉也是大大块的。等你那个沙白你尽情吃，不用留给我。这个这样熟悉的哦，你讲那个是杀不了的吗？来，你的活最侠来了。活最侠？你过分了。好困难啊，不是我叫我这个。你过分。冷静冷静冷静，这个是你凡消费150，我们就送你的一个活最侠。哎哎哎，等下先，我感觉到我的很危险。所以这个是刚你弄最好然后煮了。对。所以包新鲜，这位施主你叫什么？存过钱呐、啊？平时你有帮我算过吗？这个鱼是熬得了，没有办法，看起来好吃。毋庸置疑，它的沙白真的是新鲜，啊，这个是很香，那个蒜和酒的味道。可以来给钱，谢你。这次还不是他给钱，没有反转了。钱包呢？哇！
要不见了啊！